你用嘴巴咬住好了。你先，来，一二三，剩下，好，哎，这个，哎呦，这招蛮聪明的，先剩一下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把球换，脚离地，脚离地，刘星腿太长，来，差不多了啊，再来，吸，好，下一个，好奇，Kimi，来，你是叫你不叫啊？不是来就行。你刚刚整个是在引救，哎，他刚刚亲到他，哎，不要这么自然，好不好？哎，为什么掉之后你还要去抱他嘞？就是自然反应会不太少，就是有一种肾上腺素就一直激发我能力。今天晚上。今天好好请他吃顿饭，把他带回家了。不用，不用这样。OK，你干你什么事啊？放假。整段刚整个游戏里面呢，我觉得第一个心情重要是你，第二个就是凯凯吧。他受伤，他引咎，处于引咎，已经受伤。他引咎呀，你们有我很怕那个气球爆。他超爱我。我试试好吗？我说弄那个气球。啊，不然呢？对，很好的。很好，各位，我看就这边还好吧？这边我们很顺啊，其他多余的碰到，对，这边太顺，没有，这本来老夫老妻啊，默契太好，看得出来，可以挑战酱导，如果你们两个在硬夹着苹果，然后到这边，就从这边到这边这样，我们加3秒给你。好，从这边走过去，就去夹这颗苹果，不要食言了，就加3秒，最后下载1秒啊！我们进入下一个关卡，第二关洞房花烛夜，各位夫妻必须轮流压迫气球，每队有30秒的机会，时间一到就换下对夫妻，压迫一颗就1秒打歌时间，MP和仙女们可要好好把握哦！洞房花烛夜。经过了前面这种谈恋爱的过程之后呢，其实这种是非常重要。对，洞房花烛夜，我相信后面的人已经心情都非常澎湃了，一听就已经有感觉了。小赖有吗？很紧。相较于这边的开心，这边看着有点死气沉沉的感觉。真的吗？大家有点不开心吗？不会啊，不是，阿翔应该很开心吧？宣传期才刚开始，我怕我之后的通告都没有办法上。大妈先让我5个上就好了。好，这么简单，就等一下呢，这个女生呢会把这个蜡烛吹熄，然后说正中间我要看你表现喽。吹熄之后，两位呢就一起来把这气球压爆，每一队30秒，一颗气球1秒钟打个时间。好，没有，至少来个30颗就30秒。对啊，就很容易，越快越好。对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队呢就是嘎嘎跟 QV Baby 啦，准备哦，准备吹蜡烛。老公，今晚我们 rock all night。你加动作啊！我觉得阿翔你真的要小心了，你知道一瞬间下去是重力加45度，其实很重，你还有支撑另外一个人重量，所以我刚才加用力，准备哦，茉莉去吹蜡烛，像刚刚这样子啊，我直接把手拿掉，这么主动看得出来，这个有点喜欢面对面啊，好了，茉莉先吹，先吹蜡烛，茉莉要先吹，婷婷看你表现喽，超快力，来。
哎，婷婷，婷婷，别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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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婆，你怎么这样对你老公呢？老公，你没事吗？老婆，他刚刚摸你整个心急。你要跳一跳，我帮你拉着好不好？还有吗？还有，还脚要高八度。玻璃，玻璃，高八度了。那一期膝盖的感觉怎么样？还有点痛快哎。痛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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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快啊！啊，没事，好了，准备了，我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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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。姑姑，晚上靠你了。你先，你先，你先，继续切。前仆后继，好厉害哦！不用力，不用力，不敢用手，不敢用。来来来来，啊！哇，对准，对准，对准。男人气啊，我是蛮厉害。你负责分最高，我觉得你应该可以享受一下，就两边同时亲你那种感觉，啊，对不对？应该可以吧？那去瑞还一个小奖励好了。对啊，奖励。来来来，处理一下。好，还有吗？一二三，起。哇！这么复杂，有点痛苦并快乐，有点复杂。他会形容，感受一下。开开，有血吗？哇塞！我觉得你今天整个心情非常的愉悦，超开心的。这正是没有没有没有，就平常心平常。你们刚刚心情很好啊，我是一样的平常心平常心。OK， 好，准备，准备考试，考哪一科？上总加油！这是表谁？这是那个扑上去，扑上去。哇！小智已经大概长达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没有交男朋友，没有见过任何男人，所以我瞬间好珍惜。怎么样？这样？麻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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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人哦。出不了。小雷狗受伤，要跳下跳好不好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还可以还可以，先开心。太用力了，太用力了，算了吧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雷狗，小智，雷狗算是你的菜吗？身高长到终于找到身高相符的，身高相符的。对。所以你本身是喜欢比较抓的类似的身高属性，高一点点的，高一点点就好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认识一下，有机会好不好？早就认识了，刚刚在后面认识了。哎呦，现在多虑呐，见冰激凌。谁？压手，压手。阿娇。嘴巴说不要阿翔，实际上暂时心里想的却和身体不一样。全部放阿翔，你让我们家好猛啊！
而战胜 MP 的魅力更让仙女大打出手，引爆激烈场面不可收拾。广告过后 ，MP 神之灵再度挑战你的感官神经，千万别错过。